大家好，我是 Nicole， 我是 Felicia。平常都穿比较简约，可能就是一个白色 oversize 的西装配牛仔裤。我们俩的穿搭风格应该是比较重视比例的修饰啦，像最近我就喜欢穿比较高腰的裤子跟比较紧的上衣，身形看起来更修长。其实因为下班的时候都蛮晚的，所以我回家的话一定都会先用精华液，然后再用面霜做脸部的按摩。那精华液我一定要选吸收很好的、分子比较小的产品。在乳霜的部分，我就会选一些质地比较轻盈的东西。我基本上下班的时候，我一定都会去运动，我觉得可以平衡自己的身心灵，然后也可以释放蛮多压力的。像我最近就很喜欢使用迪奥新出的玫瑰维岛金露，它的瓶身本身设计是金色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些粉红色的泡泡，有一点点的玫瑰香，然后吸收也非常好，非常疗愈。它是精油精华的质地，因为本身我的肌肤非常敏感，但我使用完这罐之后，我肌肤完全不会泛红，而且它的吸收力真的很好。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压力蛮大的，然后也很常需要熬夜，身体久了之后会有一些状况，可能很常会需要补充一些维他命啊等等的，其实皮肤也是一样，然后要找到可以补充我们皮肤的维营养素的产品蛮难的。这罐精华里面它含有刚维拉玫瑰这个成分，它的复活能力非常强，熬夜过后啊，很晚回家在做保养的时候，这罐精华液就可以补足我们皮肤上面欠缺的维营养素。